嗨，大家好，那刚刚就已经落地上海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气运联盟马哲。这么巧，我也是气运联盟。哦，正巧正。你是混哪儿的？我是。你是混吉他还是混键盘的？我是多少都沾点边儿的。我也是混气运联盟的，我是气运联盟李润奇。大家好，现在正在准备去往下一站。嗨，我是气运联盟 rapper 赵柯。Hello， 我是鼓手胡雨桐。你们好啊。我们要很兴奋的说，来三。三，我们到上海了。上海，我们来了啊！三二一，上海，我们来了。今天北京早上很冷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但是现在你看，上海的天空。阳光明媚，艳阳高照。是到我去。嗨，今天10月6号，哎，不对，5号，太着急了。我们已经到上海了，然后，我和科现在正好一辆车，现在去酒店休息一小下，然后等一下要去排练室排练。我今天在 cosplay 这个，这叫什么？娃娃。我今天像上海的天一样蓝，看一下上海的天，超级蓝。我在飞机上，你有没有感觉那个阳光？你是坐在那个太阳那边吗？我不是。啊，我今天在那个降落的时候，那个阳光晒到我裤子上，然后烤在我的腿上，感觉就裤子像没穿一样，好晒啊。我发现每一次来上海，真的都是那种特别困，就困吗？对，特别困。后来我发现也不是，我去哪儿都困，我去哪儿都困，这就很无奈，就是导致，是不是被你家猫传染了？你家猫球是不是特能睡觉？嗯，挺能睡的吧。长那样就看就是个睡。它现在越来越胖了。睡猫，多少斤了？现在没量了，估计反正挺重的。明天跟后天就是我们的第一场巡演的演出，那因为这一次是连唱两场，所以我也问我的老师啊，问我的朋友啊，去拿到一些比较护嗓子的一些方法跟一些药品。我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好的夜晚吧，因为两场都希望给大家能够唱好一点。我个人猜啊，我觉得第一场呢，大家来看到我们的会是一个比较青涩的二巡的第一场，因为我们很久没演了。对，确实有很充分的准备，像这次啊，就每一首歌，然后顺序啊，还有这个编排啊，还有内容，都有做精心准备。但是就是，万事开头难嘛，感觉第一场会有这个惊喜，也会有一点小遗憾，这都是难免的。第二场一定会比第一场相对来说稳健一点，但是。可能会少了那些，也会少一点点不确定性，可能也没那么刺激，所以我觉得不管大家看哪一场，还是两场都看，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吧。上海，我每次来我都能找到不一样的新的这个可以吃吃喝喝的地方。平时还算挺多的。嗯，就工作来吧。工作来。对，平时不来。平时除了出差来上海的话，那一般可能迪士尼来迪士尼的时候会来上海。
听说迪士尼出了一个新的小狐狸宁娜贝尔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找到宁娜贝尔。我可能更爱去动物园植物园这种的。对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就是原始的草原风情。对，那大老虎嗷嗷的，大狮子，大象，长颈鹿，然后树袋，然后熊猫子，金丝猴，还有孔雀，那孔雀嗷嗷大了，嗷嗷大了，开一个屏跟一个车的一扇门一样，跟一扇门似的，就是得有个2米或者1米1.8米吧，就一个马车就环成圆圈那种大，大的是公的，对，上海有个好吃的叫蟹粉面，对，那个还是很精髓的，但是那个一定要趁热吃，凉了就再放点醋，对，凉的话就会有点腥海味，对，有点腥。其实上海有那个本帮菜嘛，上海红烧肉其实还不错，对，那个是甜酱口，对，咱上次吃来着。其实从小跟爸爸妈妈一起来上海，一般吃的就是小笼包，还有小龙虾，对，但因为巡演嘛，还是用嗓子，所以这次的话可能就吃不了什么小龙虾呀，或者说吃不了什么一些比较香口或者说比较重味道的菜。刚刚一上车，然后他就把手机拿给我，然后我一看，他就说，那你要吃的东西，你要点哪一份？这个他已经知道。我最近出差可能都不会太去吃一些太重口的东西，跟一些比较什么沙拉卷啊，因为这些清淡啊，什么粥啊这些东西。是上次我在那个我们的出差的住处的一个旁边的一个烤肉，也是因为晚上我想去便利店买点零食，但是没经得住烤肉的诱惑，然后进去了。我点了好多东西，最后花了我一个人去吃嘛，花了100多块钱，我真的吃到了超级正宗的烤牛肉，我收到了。那我现在就要去排练了，今天晚上要把所有的 program 啊，然后一些比较少唱啊新的歌曲去排练好。这排练场找了蛮久的，因为那个。同事这边一直在联系一个比较合适的，因为我们一是通道比较复杂，排练的时候的对这个设备要求比较高，因为像我们有那个5个 vocal 的话筒，还有 Q 麦，然后还要有那个耳返监听系统，我已经看过了。我确认过的。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排练室了，在我的右手边，我的两个队长和小李在整理 program， 就是因为跟之前有的不太一样嘛，所以要整理一下。这边是小李的新吉他，这里非常好看，叫暗夜精灵，是美专二代，非常好看。然后他还下面就是他的键盘，然后后面呢？是老胡的鼓，对，哎，要顺着我的镜头往这边看啊，哎，这边，哎，这是在干什么呢？这个人，啊，这个一个小绿，一个小红，哎呀，怎么找不着了？这儿，小绿，小红给大家打个招呼，啊，小绿现在在认真的在学吉他，对吧？装不下去了，应该这样，对，这样。啊，他们俩在休息啊，一会儿我们等 program 整理完事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排练了。我叫马哲，然后这边是我的设备，啊，这个是我的音箱，然后下边有效果器，然后这是一个踏板，控制音量和挖音表情的。
啊，然后他拿的就是我的吉他，我心爱的小吉他。啊，算了，都死掉了，啥都是。啊，算了，都死掉了，啥都是。那这俩有啥区别？我寻思不为了冰草。我的意思是最好给他俩捏成一拐。哎，哦，是试了一张，可以、啊、program 已经讲了，舒服了。我弹和弦，你弹这个哪个歌啊？就你刚才弹的那、这个。我是这个调吗？是这个，不是。你弹这两音。哒哒哒哒哒。这样那个，一，二，三。马上来看看这个，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飞机啊。然后打开，两边中间往中间折。对。换一个，我不会折的。不是，是这样吗？这好，这长得不像飞机。好，检查好音量，戴好耳返。来，气运联盟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紧张，这种情绪，你要说没有的话就，其实那个倒可以不说为紧张吧，就是为兴奋吧。就你要上舞台也好，或者你站在舞台上也好，如果你那个兴奋丢了的话，就会少了很多东西。每个人演完以后，就是会有的时候会很兴奋，很兴奋；有的时候也会很失落。对，就这个取决于我们在台上的那个状态。对，我觉得表现好的话，下来可能会挺兴奋。对啊，如果觉得有点小遗憾的话，就有点。而且是，尤其是在舞台你下来的时候，你会把上面的瑕疵给放大。你自己再去看的时候，你会放大那个细节。所以就是会经常有舞台决定我们当下一个一个的心情。我在想啊，那些那个每一年会演好多好几十场那种的大演唱会的那些音乐人，他们是怎么保持对每一场的热情？我觉得这一个是真的是值得去学习和这个讨教一下的点。希望你们也觉得好听，然后也觉得说，其实这一年下来，田宏杰唱歌其实也在慢慢的进步。对，那已经 OK 了，就足够了。我希望以后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些表演。也很久没有在舞台上见到大家，其实我还是蛮期待的，就我还是想唱现场。希望这一次的带来的作品大家能喜欢，因为这次其实我们所有成员参与的含量很高很高，非常高，就每个人都深度参与，深度参与。距上一次巡演已经快一年了吧，然后这一年中我们成长了很多，然后学习了很多，这次也带着新歌跟大家见面，希望大家可以在现场玩的开心。
开心。